你阿新今麦无伫厝，姐夫搁醉到安尼，阿姆嘛去困啊。我因暗就会当甲姐夫做伙困啊呢。哎呦，哦，真正是。今嘛，敢袂当叫你子琪啊？你敢知影我有偌佮意你？为着你，我啥物拢唔惊。为着你，我愿意做你的代理孕母，替你生囝。放在咱两个中的李亚欣已经离开啊，从今日开始，咱就会当做伙啊呢。虽然今麦你把我当作是你阿婶，啊，不过总有一天，我会予你心甘情愿把我揽条条，叫的是我的名。阿婶，你安尼做对啊，本来就是应该回来关心一下嘛。较细声啦，我想阿玲应该已经睏啊。啊，客厅拢无留，电话煞开的，子晴应该是啉酒醉，倒去房间休睏啊。你看者。李亚欣回来啊。安尼嘛好，就让伊看到我甲姐夫这么恩爱，甲气死。敢咪会困去啊？无听到声，应该是困去啊。较细声，莫较吵着。甲子琪做伙倒伫个眠床底，这也着搁问，一定是这个狐狸精趁你无伫个时阵做歹代志啊！搁叫啥物姐姐姐夫，你是来足袂见笑的呢？飞姐，姐，恁误会我啦，是姐夫啉酒醉，把我当作是姐姐，才会把我揽条条。我一直想要甲撒开，啊，不过。姐夫受重啊，我撒袂开啊，撒袂开，你有遐尼虚哦？你甲我装痟的啦！
我甲子贤熟识遐尼久，甲伊啉过遐尼侪摆的酒，伊毋捌吼，摸唔着啦。所以唯一的可能就是吼，你家己安尼倒跳啦，共摸掉掉啦。飞姐，你莫安尼甲我侮辱啊！姐夫最近安尼，我是会当甲伊发生什么代志？姐，你莫听飞姐话白讲，你一定要相信我甲姐夫的清白。 相信你，若不是我带雅欣回来吼，你今仔日想要甲恁姐夫困几暝对无？我无啊，真正就是因为姐夫伊，哼！我安怎？这杯水吼，互你较精神的啦。哎，你三更半夜嘻嘻叫是创啥？ 阿姆，哎呦，阿丽，你烦恼无？到底发生啥代志啦？嗯，雅欣，你哪会阁转来哈？阿姆，姐姐误会我。雅欣，我只是叫你去飞姐因家住几工，你是有啥物不满？ 不不，你来找我，你带飞姐回来安尼吵吵闹闹，讲害阿丽跋倒，你是存心要跟我作对的？你迄啥物表情啊？想要哭？你这招对我无效啦！张秀丽，你哪咧是非不分啊？你家想看卖，这是啥物人的房间？啥物阿丽会伫遮？伊就是要趁子时啉烧酒醉。 来破坏伊甲雅欣的感情，拄仔好互我发现，阮咧收你这个狐狸精。阿姆，毋是安尼啦，是姐夫啉酒醉啊，把我当作是姐姐，才会把我冷调调。阿姆，你一定要相信我啊！姐夫醉到安尼，我哪有可能甲姐夫安怎啊？ 飞姐，你嘛咧大惊小怪，你无看到子琪安尼水干软糊糊，拢袂叮当。咱伫个遮戏戏叫伊一点仔反应拢无，阿丽是会当对伊安怎？可能参照阿丽讲的啦，子琪哦啉酒醉，甲伊当作是野性，拢是误会啦。什么误会？张秀丽，我感觉你真正头壳歹去啊咧，这个狐狸精阿丽。 伊照顾子琪，照顾到为民生顶去，哪有啥误会？请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我真正无，伊唔相信我讲的话，拄则佮摕水搞破。我用水甲你破，拄拄啊好尔尔啦。对付你这个狐狸精吼，若唔是看你有心，我早就带你去庙内底用符仔水吼，甲你净身啊啦。好，这是你家己讲的。 你用水甲伊破，害伊跋倒。好，我甲你讲啦，准讲阿丽照顾子琪，照顾到民生顶去，嘛无你的代志。野心未生，子琪甲阿丽哦，若是发生啥物代志哦，迄嘛是天意啦。子琪若想要哦，甲阿丽收起来做某，我嘛无意见。 你迄敢是人咧讲的话哈？你想要抱孙，想要起痟啊？迄哦，野心当初会袂生，拢是为着要救阿丽。阿丽嘛是心甘情愿要做代理孕母，但现这温情呢？啊，这代志，哪有你讲出来，拢变款啊？哈！你真正足好大胆，你甲甲我拍，甲恁遮不三不四的查某，有你都讲袂清啦。我若是无甲你教死。 你真正唔知影我做啥呢？你真正是要创啥呢？阿你叫是我阿丽啊！你不要阿丽！阿丽，快走！飞姐，妈，请恁是离开。阿丽，麻烦你嘛先倒去你的房间。子晴是我的翁婿，伊的人品安怎我真清楚。伊即马啉酒醉啊！
我家己照顾伊就好啊，所以麻烦你拢先离开。雅欣，这个代志袂当安尼准拄煞呢。飞姐。 拜托您先离开，好不好？好啦，那安尼，我先要代志，你再打电话甲我讲。我先来走。郭丽，等我出来。喂，你想要跳卡？